大家好，我是阿阳，现在我们要出去了，出去给打针，对，给傻大鸡打针。哎，这打完这一针，等过两天去那个医院再检查一下。医生说打，打针菠萝油，迪卡歪，方叶子、特里叶子，啊，打三针，啊。哦，打完针去医院，到时候复查一下就行了。打三针。哦，打完针之后，这就是最后一针了。看我女儿，跑出去了，她比谁都快。哦，二舅哥、二舅嫂子要回家，我们现在在药店买药呢。啊？啊、哦，提给。买好了，付钱呢，付完钱就去给他打针，打完针就可以回家了。哎呀，反正我们今天出来，原本说白天出来呢，白天没有出来，到晚上了，上一次也是晚上。走走走，给。啊 ，OK。啊，走。走走走走。快走！现在我坐在这个诊所里面，和上一次不是一个诊所了。现在我丈母娘拿着药，拿着药，这个让她买一个针管，这针管医院里有，然后就是50，然后再给她50块钱的手工费。啊，那里都是药摆放的，红色的、绿色的，那些药给小孩喝的。啊，放这里啊，不喝先放这里。哎呀，有点累，抱着我女儿，我们两个回来了。我老婆和我丈母娘他们两个在后面呢，在后面，他们两个走的比较慢，我走的比较快，因为我要抱着我女儿，有点热。怎么了？我一身不热。还抱着呀？爸爸都抱你一路了。不热不热。你去上到屋里面拿玩具去。好。好吧。好。爸爸给你开开灯，好吧？好。啊，我给你打开灯。拿吧，看你，你打不开。你想玩啥？啊？哪一个玩具？你看一下。哇，好多玩具啊！好多玩具。对，好多玩具啊。你看看，要哪个玩具？这筐子里面都是玩具。这个。哪个？这个。这个，拿出来，快拿出来，快拿出来。好，走到外面玩。好不好？走了。好，放那里吧。你唱个歌，你唱一下歌，看看他会不会。你唱歌啊？哎呀，让他唱歌呢，他非要让这个唱歌。他们两个还没有吃饭呢，包括我二舅哥他们在我们家。也没有吃饭，我丈母娘给他打一点菜，他们拿着走了。啊，牛肉，这里面还有啥？还有那个土豆啊，什么东西煮的？萝卜，那是不是萝卜？应该是那个疙瘩菜吧，在我们那边叫那个大头菜。他们这样煮着吃和这个肉，然后这个味道也可以，只不过颜色有点。没有食欲，看着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没有食欲，对他们本地人来说那食欲绝对是杠杠的。打针回来，他们从那边带了一点饼，家里面不做饼了，忘了盘面了他们，所以就买了几个饼回来了。现在准备去倒垃圾，屋里面还有应该还有一点垃圾，倒垃圾我就不拿手机了，因为现在10点多了，拿手机不太安全，把手机绑家里面，直接去倒垃圾就行了，给手机先充会儿电。哎，我回来又带了点出奶茶的这个牛奶，纯牛奶。这是甜点，这个是做汉堡用的，这个名字叫啥？在咱们中国不知道叫啥，在他们这边叫什么？和那个番茄酱一样。这个是面包，这个面包是我老婆晚上容易饿，然后饿了她吃点面包，因为现在晚上太冷，所以我就给她买一点面包。刚刚我跟她说回来的时候给她买一点面包，这个老面包嘛，
面膜片让他吃，晚上容易饿，有时候他不知道吃啥，这个纯牛奶留着煮奶茶，买了10包。哎呀，渴了，倒点水喝，吃饱了，喝足了。好吃吗？哎，打完针还痛不痛？嗯。打针回来，他往那里一坐，一下子站起来了。我说你干啥呢？痛，屁股痛，打针了。这个，你啥时候饿了啥时候吃，好吧？啊。是掺到这个面包里面吃的这个，这个名字叫啥？Mayonnaise。嗯。啊，这个甜点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吃啊，反正这个。Mayonnaise 还有这个甜点是可以放冰箱的，这个不用放冰箱，这个往这干燥的地方一放就行了。这个面包只要不潮湿就行。干啥？哎，又开始抹他那个脸了。他该不会把电视又搬到这屋了吧？哎，又搬到这屋里来了。我丈母娘往这里一躺看电视呢。什么？你说啥？啊？啊，冷，鲁淑晶，你冷不冷？啊，鲁淑晶那不冷，这啥东西呀？这是？啊？这不是东西吃啊？这是啥？这啥呀？抹头上的，这妈妈抹脸上的，往脸上抹的。哦，我又把这个桌子搬过来。啊，把这个炉子放到这上面暖和，他害怕冷，一直说冷。我丈母娘只要一看电视啥事都能忘了。上一次要去领我老丈人的抚恤金，结果他在那里看电视，一直看，看到忘记了，第二天才去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阿阳。